蓝色，落叶，143号、145号，24小时营业，禁止吸烟，禁止泊车，逆向行驶，警笛，转角镜，镜像反射，紧急通道，卷帘门 ，Hilton 中心公园，执行。种种线索都指着一个方向，不确定，太模糊了，找不到。只有目标留下的碎片散落在我可以看见的地方。厉害的猎人懂得伪装。聪明的猎物懂得生存，善于隐藏。每一次他都很近很近地观察你，近得你可以听见他的脚陷进雪里的声音。我漏掉了什么？我的任务就是抓到你了。我是侃侃，欢迎挑到意识倒流的频道。刚刚的小剧场怎么样呢？最近我们都特别迷恋特工的电影，所以呢就小小的尝试了一下，我演的还不错吧。夏日来临，大家是不是都蠢蠢欲动，想要出去玩了呢？那你们出去玩之前都会纠结什么问题呢？是自由行还是跟团？是住酒店还是住民宿呢？反正我如果是住酒店的话，一定会非常注重卫生问题。您好，开房服务。应该可以进了。惠子，干啥呢？干过人太一挂了不？因为这些组合呢，在酒店服务业已经出道多年，热度不减。就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介绍这款和酒店联名的宝丽来 Guest Quarters Suite Hotels。哔哔哔哔哔，看完记得点关注哦。你看到了这里的 Polaroid Spirit 600了吗？记住，它就是600系列中的花花公子哦。因为这个机型和很多的品牌都有联名，现实生活中它应该就是花花公子的类型，那种受到大多数女性追捧的。毕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嘛。这款宝丽来呢，是不带有 close up 镜组的600系列翻盖机二代。性能保守，但是衣品不错。按照惯例，我们来从上到下，从前到后，仔细的打量它一下吧。头顶有 Polaroid， 前身上方是大大的联名 logo 和闪光灯，型号 Polaroid Spirit 600，单镜片116毫米镜头，光圈是11，调节明暗的滑钮，取景器和感光口，二段式的快门。这里呢是相纸舱开关，用的是600系列的相纸。出片口上方有 Guest Quarters Suite Hotels， 背面有闪光灯指示灯，相纸剩余张数的指示窗，取景器的目镜，下方还有明暗调节指示窗。这里是它的背带。下方没有螺口。快捷酒店大家都有住过吧，就是那种你的睡床和卫生间只隔着一块玻璃的尴尬，那玻璃还有可能是半透明的。但是如果你住过套房，一定体验过那种设施齐全、空间独立的舒适感。当然分隔的不仅仅是空间，还有你和你的钞票。80年代的旅游产业里房型众多，Guest Quarters 是如何打出他的一片天下呢？
他们的宗旨就是公寓式的居住房配合酒店式的服务，为商务出行的人士打造出温馨的客房。你的房间里可能会有家用式大冰箱、家用式小烤箱、家用式的整套餐具，反正会让你有家一样的感觉。感觉今天天气非常不错，是个创作的好日子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个颜色的600相纸配上我们的小蓝机来拍照吧。黑框上面有金色的点点，还没有拍过这种图案的暴力拆。 Shoot, wait, appreciate。这也太脏了，没事儿，就一下，这脏死了，我的妈呀。手往上伸吧，假装自己被卷进去了。你可真妈呀。好的，就这样，看我卖卖卖。看，就是这样了。它的配色和我今天的衣服很搭。我要表演一个什么情绪嘞？你表演一个刚被老板开除的失业，被炒鱿鱼的失业游民。拿麦。今天我们创作成功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成片吧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拍的两张照片，反正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那今天先到这儿，但是在90年代初 ，Gas Cutters 就已经被 Double Tree 合并了，就是它，这个小蓝鸡就是它独自拼搏奋斗过的见证。这样想想。这个小蓝鸡还是挺有重量的，绝版的酒店，深蓝的机身，正常拍照，保守功能 ，Spirit 600交际花，想要收藏就选它。那这期就到这里了，微博食谱都接收了吗？关注我们了吗？那我们下期再见。以上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转发，我们的20000粉小目标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。